悄悄，悄悄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月英飘扬第五集。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四个不一样在英国常见的柑橘水果，它们分别是 Orange、Tangerine、萨兹玛跟 Easy Peeler。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，每次呢听到 Orange 脑子想到的就是橘子，不过呢它其实是柳橙。所以今天介绍的这四个水果里面只有这三个是橘子类，不过大家从外形应该就很好分辨了，因为这三个呢都是圆圆扁扁，而这个柳橙呢则是圆圆长长的。所以柳橙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好排名的，因为只有一个。橘子类的话呢，我的排名第一名呢我会给 Tangerine， 第二名呢我会是给 Easy Peeler， 最后一名呢则是萨兹玛。今天呢会先从 Orange 开始介绍，再介绍其他三个不一样的橘子。那 Orange 柳橙它是今天这四个里面外形最大的，外表的颜色很明显就是亮橘色，然后形状呢是偏长圆。那闻起来的话呢，它就是一般的柳橙味，是属于比较清香类型的。然后我到这次做影片之后才发现，哎，原来柳橙跟橘子闻起来真的不一样。柳橙的味道我觉得闻起来是比较清爽清新的，而橘子呢则是属于比较厚重，然后闻起来甜甜的，让你有一种舒服放松的感觉。那在英国的柳橙呢，我觉得吃起来是酸酸甜甜的，柳橙味的话我觉得会比台湾的柳丁还要厚重一点点，同时呢它的皮也非常厚非常难剥，一般呢我还是建议要用切的才比较好，因为它皮厚的关系，所以在英国呢很常被用来做糖制橙皮，可以加到甜点或面包之类的。那我平常也都是要做甜点还是面包的时候才会去买柳橙。第二个我要介绍的就是 Tangerine， 那它很明显它的外观呢是偏橘红色的，它的体型在今天介绍的这四个柑橘类里面它是第二名。闻起来的话呢，我觉得它是介于柳橙跟橘子中间，它同时带有柳橙的清香也带有橘子的甜味。然后这个品种呢其实是我唯一在英国会去买来吃的橘子品种，它吃起来呢是酸酸甜甜，我觉得比柳橙再稍微甜一点点，而且通常大部分买到的 Tangerine 也都是比较多汁的，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它的皮比较厚，它是这三个橘子种类里面皮最厚而且也最硬的，不知道大家这样听不听得到。虽然它的皮厚，但是如果你要上手剥还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我要介绍的第二个橘子品种就是 Easy Peeler。 那 Easy Peeler 呢它其实有可能是各种不一样的橘子类品种，那我这次买到的这个呢它是 Clementine， 那之后如果我有买到其他品种的话我再跟大家进行分享。那 Easy Peeler 的话呢，它的颜色上跟柳橙是几乎是一样，也是亮橘色的，然后闻起来的味道上呢跟柳橙是差蛮多的哦，我觉得有点像是橘子精油加一点非常淡的柳橙清香，吃起来的口味上呢我觉得它是偏甜的，几乎没有什么酸味。但是呢如果有时候你运气不好的话，你可能会吃到它虽然带有橘子的香味，但是呢吃起来却没有橘子的味道也没有甜味的Easy Peeler， 那这时候你就不知道你在吃什么东西。然后 Easy Peeler 顾名思义它就是非常好剥，我现在呢直接剥一颗给大家看，希望不要出包。当啦，它超级好剥的，所以你一次呢就可以把所有的皮直接剥下来，里面呢则是长这样，其实蛮像台湾的橘子，就是边边呢还会有一点点白白的在上面，然后它真的很袖珍。最后我要介绍的橘子呢就是萨兹玛。
那傻芝麻呢，我基本上是不会买它的，要不是为了这次评测，我根本就不可能会去买它。我自从买了一次之后，我就超级不喜欢它的味道。傻芝麻它的外形上是介于 Easy Peeler 跟 Tangerine 中间，闻起来的味道上，我觉得它就是橘子，它有浓浓的橘子精油香味，有点像是伯爵茶的味道，吃起来的口味上也算是偏甜，有时候也是有可能会吃到没有味道的，有可能是嗅觉跟味觉交互作用的关系。我每次吃傻芝麻的时候就觉得很像在吃橘子精油，所以呢我基本上不会吃它。那皮的话呢，我觉得它也是偏软的。我现在再来剥一次给大家看，虽然我之前都有事先录影啦，但我觉得直接剥给大家看好了。哒啦，完整的橘子皮，然后这个是傻芝麻，这个是 Easy Peeler， 实际放在一起比的话，你就可以知道大约它们大小差多少。然后忘记跟大家提到一点，这三个橘子啊， Tangerine 除了皮厚这个缺点以外，它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籽也比较多， Easy Peeler 则是大部分都没有籽的，而傻芝麻呢就是有少量的籽。好咯，那我已经介绍完今天这四个不一样的柑橘类水果了，不知道你觉得哪一个可能是你会喜欢的味道呢？然后我心里想说，今天这样介绍好像有点短，所以我就上网搜寻了一下，把它做成了你买不起的样子。嘿嘿，没错，我们换个场景，我们到了厨房。我把这四个水果都分别做成了糖制陈皮或糖制橘皮，然后最左边的是傻芝麻，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它中间的破洞很多，我猜测应该是因为它果肉之间的皮比较薄的关系。那市面上比较常看到的就是糖制陈皮，我觉得是有原因的，你看它大部分都比较完整。然后做出来的糖制陈皮呢是这样软软的。我们先从柳橙开始吃起吧，这个是柳橙的，看它基本上跟其他比起来就是比较完整。我们吃一口看看，我吃完就是一个字，它好甜哦！它吃起来味道跟原本柳橙差不多，我觉得连皮一起吃的话，吃起来就真的很像柳橙精油。不过好在它是柳橙，所以它还是有点清香。我们第二个呢，来吃 tangerine。那我觉得还蛮明显的，虽然呢，它原本闻起来呢是有一半柳橙跟一半橘子的味道，但是它吃起来橘子味道重很多，大部分就是糖跟柑橘类精油的味道。那第三个呢，我们来吃 Easy Peeler。 那我挑的这一块 Easy Peeler 算是里面比较完整的哦。我觉得到了 Easy Peeler 就很明显，橘子味就非常的明显，虽然这些糖制成品都很甜，但我觉得 Easy Peeler 吃起来呢又比其他前面两个 Tangerine 跟 Orange 更甜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来测试傻芝麻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傻芝麻这已经是比较完整的咯，但是它也破得非常不堪。我觉得傻芝麻拿来做糖制陈皮啊，一开始吃下去是比较清新的橘子精油味，那但是那个浓厚的精油味马上就会从你的舌尖跑出来啊。我觉得它最大问题一点，可能是因为它果肉比较薄的关系，所以它吃到后面会有一个非常腻的糖味，就你可以明显吃到它的糖味。那除了原味的糖制陈皮之外呢，我又把它做成了另外一个样子，糖制陈皮加了巧克力，然后我用的是 85% 的巧克力。我觉得这样子好吃很多，所以不会太甜。我觉得甚至我可以把它整颗都沾满巧克力，但我觉得有点可惜，虽然比较不会太甜，可是有点像在吃橘子巧克力。两个东西好像原本就应该是一样的。那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吃橘子巧克力，那就不适合这样子吃。再来吃第二个 Tangerine 的。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 Tangerine 的没有那么好吃欸，它有一个怪味。天哪，我必须要再吃下面两个才能做结论。 Easy Peeler 我必须要再吃傻芝麻。我要再吃一口 Tangerine， 这次我们把它很均匀的吃一半一半。好，我觉得答案出来了，以没有巧克力糖制成品来说，排名呢基本上就是 Orange
Tangerine、Easy Peeler 跟萨芝麻，就我觉得糖渍的话还是用柳橙比较好吃，橘子的话呢反而没有那么搭。然后如果是沾巧克力的话，第一名我觉得还是柳橙 Orange， 第二名呢我觉得就会变成 Easy Peeler， 然后再是萨芝麻，最后是 Tangerine。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化学作用，就是沾了巧克力的 Tangerine 在放进嘴巴的时候，它会有一股非常恶心的味道，大概会在你口中持续两秒左右。 Easy Peeler 跟萨芝麻呢，它们原本比较没有那么讨喜的精油味，反而是因为巧克力的加成作用把它盖过去了，让它吃起来反而没有那么恶心。不过呢，我觉得如果你是本身就是讨厌沉香巧克力的人，全部都不要尝试，全部都不要拿去加巧克力，单吃糖渍陈皮就蛮好吃了。然后最后我想做一个有趣又智障的实验，但我有点怕被骂，不过我觉得蛮好玩的，那我们就来做看看。这个实验叫做能不能恰恰，我就是要来试看看能不能把这些水果都捏爆，然后我都会把它吃完，所以没问题的。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吧， Easy Peeler 恰恰。好，那完全没有悬念， Easy Peeler 当然可以恰恰。然后我现在把它吃完，这还不错，是有味道的。那再来我们来进行第二个，是萨芝麻恰恰。完全没有悬念，而且它还喷出来了，那个味道跑出来了，不好不好。这颗有一个小籽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就进到我这个我真的没有把握，这是 Tangerine 恰恰。所以呢 Tangerine 也是可以恰恰的哦。 Tangerine 好香哦，它总共有好多颗子。我们要来吃的是 Orange。Orange 我觉得这个难度应该真的是蛮大的，恰恰。你在捏的时候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它里面已经破了，可是它皮就不破，然后一直到最后它才很像放屁一样裂出一道非常小的缝。然后我们来吃它，然后它皮都会连着一些白白的。好啦，那我们不要浪费刚刚捏出来的汁，我们也把它喝掉。好甜哦。好啦，那这就是今天的跨越烘焙。讲错了。好啦，那就是这一集的月音飘扬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集。那就这样啦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